我都没看这个车改装到底多少、啊，都没看这个车改装到底是多少。谢谢老板的飞机，感谢起点啊、哦，感谢起点的飞机，老板大气，谢谢老板。现在才跑第一单，第三单都已经飞出来了，哎呦我去，哎呦，这个图我跟你讲，兄弟，这个图的难点啊、哦。这个车的难点的话，主要是，是吧？这车的难点的话，主要是在后面飞跃，锁胎那个位置，就主要是锁胎的位置。妈的，撞了！我撞了。在哪发号吗？发号的话加一下我直播间的 QQ 啊，发号的话加一下我直播间的 QQ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把的话，怼个十五名啊，三十六。发号的话加我直播间的 QQ 啊，好吧，加一下我直播间右下方的那个 QQ。加完以后，把你的号发到我 QQ 上面就可以了啊，把你的号发我 QQ 上面就可以了。OK， 欢迎王东东。哎呀哎呀，这地方他妈的，不过没关系啊，问题不大。一般怼榜的话，最好是有先锋卡是最好的。怼榜的话，一般来讲最好是有先锋卡，那是最初，那是最好的，直接一次性就可以怼了。慢慢的怼的话，要费时间一点啊，要费时间一点。是卡了个他妈卡了个寂寞呀！我操！妈的！发给我了，行啊行啊，要等的啊，要等的啊，现在十点了，好像没时间了呀，打不了了，没时间了，应该是没时间了，时间到了，打不了。噔噔噔噔噔，来，我们接下来的话啊，小老板，接下来的话给他来点记录吧，好吧，我讲，来点记录吧，顺便看看这车的改装高改啊，没问题，九千多是。那么我们看吕布这个车啊，到底跑的成绩怎么样啊？非常好，刚好的话，高改的吕布咱们也没找玩过啊，确实啊。大量赛玩一把吗？那玩大量赛之前，我给你安排一把天际格记录嘛，好吧？来，安排一把天际格记录。大量赛之前，给你安排一把天际格的记录啊，怎么样？来把 Y 级格，兄弟们。欢迎猪头的 D
十二万少几万少是不？十二万少几万少。OK， 行。不过我估计吕布不快呀、啊，这吕布跑成绩估计不快，就是。哎，要永久记录估计谈不上，是吧？永久记录估计谈不上。恭喜号主啊！提前恭喜号主，喜提三天记录。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啊，三天记录，我认为应该是问题不大。你想刷四天记录都不可能啊！多一秒都不可能，最多三天。来，恭喜号主十天三天记录，直接抬手啊！二十号做十天三天的记录哦，二几来着？二六啊，二六，二六啊！来，再次恭喜号主，直接十天三天的记录抬走啊！十天三天记录。好久不见，米哥呀，好久不见嘛，多久不见？你说好，多久不见？哇，这成绩可以啊，五六点五六啊，兄弟们，一分五十六点五十六啊，五六点五六，天际阁。然后的话，我想想啊，天际阁跑完之后再来个啥啊？再来个玫瑰之恋吧，玫瑰之恋。来，兄弟们，玫瑰的之恋啊，来吧，玫瑰的之恋。玫瑰之恋跑完之后就大奖赛，好不好？就玩一把大奖赛，行吧？三千，你这三千指的是三年吧？哈哈，你这三年的话，你这瞧不起谁呀？啊，我就想问你，你瞧不起谁？你的意思是号主三年才能破这个记录吗？你这瞧不起谁呀？我只能说你这瞧不起谁。你瞧不起谁呀、啊？好，兄弟们，直接一把。直接一把一天记录，直接一把一天记录送给号主啊！直接一把一天的记录送给号主，两个飞机不就破了吗？
梦回骨头的话，第一的话，你用我那个车的话能怼吗？我现在第一玩不过呀，我玩不了。我跟你讲，但凡只要是第一，我都玩不了。阿威，感谢逗逼啊，感谢那个花小花生。阿威，再来把零号试验场或者机场吗？再来把零号试验场或者机场呀！我操，那来什么图？那怎么说？来什么图？零号2006，那就零号吧，好吧，那就零号。欢迎这个某崔某人没醉啊、哦！欢迎，欢迎崔某人没醉进直播间。对了，那个啥，那个起点把号发给我，起点把号发给我一下，应该是发了。宁浩的试验场啊，来宁浩的试验场。我现在没改，还是原始件没改。刚才用原始，刚才改键盘了几把，不太适应。不行，我觉得这个他妈的说不出来啊，应该是我感觉没速度了，所以说就不能那样跑了。47啊，这位置必须要以施法的方式啊，必须要以施法的方式过去，好吧，这一圈一定要施法，一定要施法。完了，妈了个婆，没速度主要是知道吧，没出来速度，所以你想施法不了。3.992，不施法，施法不了。那什么，那个大奖赛肯定玩不了的呀，大奖赛不够了，时间不够了啊，继续跑图吧，大奖赛时间来不及了。只能在下一个号跑，只能在下一个号跑上一次啊！上把那个图，来，来上面下一个啊！还有什么图？下一张图啊，那零号试验场跑过了啊，零号试验场跑过了。三血鱼龙呀，我操，专选操作图，这专选操作图怎么玩？欢迎小熊们啊，欢迎小熊们，选的专门是操作图，玩不了，这玩不了。飞得太靠中间了，没调路线都不调不了了，很难调了。飞得太靠中间了，这个落地的时候，你那个插进去那个洞啊，不能保持一种直线，一定要有幅度啊，一定要有幅度才行。
好，这一下好像刚最左边刚好。哎呀，他妈的！欢迎自强，欢迎自强，欢迎自强。那个洞有点不好抄噻，挺难抄的，有点不好抄。对啊，不好抄啊！欢迎九天，欢迎九天。好，换了一边啊。从左边抄不进去，往右边抄，是吧？那这样的话，看中间这个图的话，主要是前面第一个豆啊，第一个小豆和第二个小豆进去之后，后面就没啥问题了。第二个地方也很关键啊，很关键。好像是八百码的速度啊，好像是八百码进去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兄弟们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一把成绩，妈的，没踩到，这才四下，他妈的，踩四下就来了。慢了，慢了，本来这把，本来应该是三零左右啊，三十一，哎呀，后面才踩了四下。踩了四小，欢迎忘记啊，再欢迎啊！来三血鱼龙，怎么跑过了？上把的图还有啥啊？兄弟，三血鱼龙，咱们已经跑过了。少踩了一下那个加速带啊，少踩一下慢很多。不过那个大车，那个大车确实是搞不了，那大车太难了，大车那个太难了。接下来看下把啊，接下来下一把还有什么图啊？兄弟，接下来下一把还有什么图？来，怎么说歪工厂也好，歪工厂就来了。你们这个真的皮的很，真的。来，上头列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、哦，上头列车。飞歪了，飞歪了呀！妈的！不行不行，这个路线没调好，路线很关键啊，路线没调好，没有调好、啊。好，欢迎这个，欢迎世界啊，欢迎世界，进入我间，欢迎世界，再欢迎。
没速度啊，他妈的烧菜一次加猪蛋呀，是。这明显烧菜的一次加猪蛋。烧菜的一次说明啊。噔噔。妈的，这个腿有毒，有毒的呢！我只能说真的有毒。什么鬼这是？欢迎蓝月撞人间啊！非常欢迎啊！欢迎蓝月撞人间。这操作我跟你讲，真的好险啊！这个操作的话怎么说呢啊？这个操作的话，断空飘啊，断空飘的话，那个下去很容易，但是飘过去很难。如果单纯是上头工厂的，上头工厂的来的。对，他妈老是挤满气，这什么鬼？这个车我感觉不好开啊！说真的，我说真的，这车真不好开啊，不好开。除了好看，除了长得还可以，然后除了长得还可以之外，这车性能也就一般啊，性能也就一般，真的。我说的实话啊。欢迎这个老银币啊！再次欢迎老银币。我这是手感也不好，手感的话也很一般啊，手感的话也比较一般，只能说非常一般，只能说非常一般。对了，还有谁叫你说实话的？对了，兄弟们还有什么呢？这一波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图？小伙伴看一下啊，兄弟们，还有什么图？上头列车不存在的，这个图怎么可能上头啊？怎么可能上头啊？这辈子都不可能，好不好？吕布的话是不是不如刘总？反正我说实话啊，算了，我不说实话。欢迎汤圆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欢迎汤圆。说实话，兵哥，说实话的人。
OK， 兄弟们，看下一把啊！来来来，兄弟们啊，看下一把怎么说？还想换啥？兄弟们，一次性列车啊，也跑过了啊，一次性列车也跑完了啊，还有啥？换起来，换起来啊！下一把还有啥啊？这边欢迎 QQ 糖进直播间啊！欢迎 QQ 糖进直播间，还在这不玩的？他这个还有别的车子吗？我看一下，我都没看啊。好像就这个车呀，兄弟，只有这个车，只有你不好一点，你别的车也不行啊，是吧？你换别的车也不行，你换 A 车跑，那不更慢吗？是吧？差不多了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啊！地图的话，来个啥？来冰岩里谷吧，冰岩里谷啊，来，冰岩里谷。最后一把，跑完这一把，上下一号。不是感不感冒的问题，他号里面只有这个车啊，并不是感不感冒的问题。他这号里面只有这个车子，兄弟，知道不？只有这个车。那这把成绩应该没了啊，那这把成绩就没了呀，没了呀，能不能24？没了呀，24好像没了，这个时候24是包没了，包没了。包没有二十，全程无碰撞的话，看看怎么跑。全程无碰撞咋可能嘛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。这个是不撞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啊。这个是包撞的，包撞，不可能不撞。你咋跑都会撞，哪怕你不漂移，它也会撞啊。在那个冰山那个火上啊，你刹车都刹不了，你刹车都刹不了，你按刹车键一点用都没有。没用的，知道吧？压根没用。牵引怪，这基本是牵引，好不好？这不难的呀，这根本就不难的。不对呀，怎么上不去啊？四七四二。